我也是，我也当过几次志愿者，我也被国家雇佣过。你说不让摆摊，我可以吹着走，你给我一次，你告诉我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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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不让摆摊，我可
刚才我一个人带三个孩子，你要抓回去。我连饭都吃不上了，真是！疫情期间跳楼是多少？真是！不要师傅，我不要师傅，我真的没有资格演到师傅，真的！你给他一次机会。评论，我要评论的呢，就是比较柔和，比这些个朋友们评论的柔和，就是因为连回家卖红薯的这条路给堵死了，只好在那个不归路上一条道跑到黑啊。那你怎么办？说这个不为什么什么做主，回家就是种卖红薯，种红薯，哎，你不行的是吧？你看你种红薯你就是这样，你种得了吗？你卖得了吗？评论，回家接着唱赞歌去吧，都是赵太爷的地，每一分一寸的毛地是属于你的，见过赵太爷家有出来摆地摊的吗？评论，爱新觉罗说了，你再说一遍我祝你九如。评论，查查这几个城管是不是拜登的人，这几个城管呢，在编制的人基本不出来执法的是吧，都是其实和这个被执法者都是一样的人啊。不行，后面的话都太刺激就不说了啊，谢谢大家。